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。 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 Steinhardt 最新款的 Phantom， 这只是 Phantom 第二代来的。今次都很创新，用了有黑色 DLC 涂层的钛金属作为今次手表的物料，再加上都挺难得的，今次还是用了瑞士的 ETA2893 机芯。同埋根据官方的网页资料，这款手表每隻色只是出100只，所以是真的非常抢手。首先就介绍这只绿色先，两地时间针都是用了绿色的边框，表面中间都是用绿色的字写了 Ocean One， 再加上配搭翻个日历都是用绿色的字。今次的设计整只表都是以黑色为主，而表面就用绿色的字、针和日历来点缀。另外现在手揸着这只就是橙针、橙字再加上橙色的日历。大家都可以留意这12个时表和长短针都是用了一个银色的边框，令到用家在这个黑色的表面上看时间时候都清晰分明。还有这只就是采用了蓝色的两地时间针、 Ocean One 字样和日历。不得不提这只表的表圈是采用立体的陶瓷圈，陶瓷圈就是内刮和防花的，表面就采用蓝宝石的水晶玻璃，有防反光涂层，把的都是采用了螺丝的锁把的。另外这只表就有500米的深潜防水功能。这款手表的表壳、表耳、表带都是采用黑色 DLC 涂层的钛金属，戴上手有质感得来又非常轻身。表的底盖是采用有黑色 DLC 涂层的316钢，而表底的玻璃是用了抗物的玻璃。今次的表是采用瑞士 ETA 的2893机芯，机芯都做了鱼鳞的打磨，透视底就绝对啱晒一些喜欢看到机芯运作的表迷了。这款手表除了出 42mm 还有 39mm 这个 size 的，我右手边揸住就是 39mm 了。39这只中间还会多多一行字是打住 39， 即是告诉你这只表是 39mm。再看看 39mm 和 42mm 的橙色比较，官网资料就写着每款只是出了100只，是非常少的数量。再看看个超级夜光，今次12时位长短针、 GMT 和日历都是做了夜光的，在黑暗的环境连日历都可以看到。这几款黑色的钛金属卖相那么漂亮，又用瑞士的 ETA2893 的 GMT 机芯，是非常少有的。做紧特价咧都系6000多元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嚟门市试下。今集为大家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